2:30，欢迎收看华尔街大事，我是丁世芬。台北股市呢，今天又是热热闹闹的一天哦。在指数部分，先来看到在现货市场的部分，开高震荡走高，最后是上涨了80点，收上了8666点。量的部分也放大，来到919亿。而且今天不只是指数涨，今天很多个股跟类股都在轮动。昨天强的，今天继续强；昨天没有强的，今天也跳出来表态了。这个行情要怎么来观察？还有接下来的盘势重点要放在哪里？节目上我们先请到专家，请到是华信投顾分析师张大文。大文哥好。师傅，三立投资人大家好。大文哥，今天的行情又是一个收高的行情，今天8666点，不过今天其实是开高之后有先震荡压下来，最后才拉上去。今天这个指数操作一样能够掌握白点行情吗？师傅讲得很好啊，今天能够再掌握到白点的行情，那才是专业中的专业，高手中的高手啊。今天指数大涨，大涨又如何？大涨你要怎么做？那才是重点。好，如何操作才是如何获利的关键？如何看没有用。很多老师哦，你看啊，这个行情涨啊，你看啊，还有高点的，废话嘛，还有涨，当然还有高点。问题涨的过程中，大涨的过程中，它所代表的大户筹码的结构是什么意义？这才是重点。大涨，所有的技术指标摊开，大涨通通强多啊，那没错。那我请问你，3月份8800全力带你做多的那些技术分析的老师下场呢？通通倾家荡产了，因为崩了800点了。端午节前又大涨，又涨到8700，上礼拜又涨到8500，又大涨。技术指标又告诉你强多嘎空，全是做多。甚至有的老师电视上还说什么要从端午节嘎空到中秋节，结果呢，礼拜一就杀到8140，马上就断400点。上礼拜拼命做多，8500以上做多的，马上就杀到8140，一个英国脱欧的一个利空，马上400点。好了，今天又反弹了哈，怎么做？认真听张老师讲啊，我们不要随盘起舞啊，涨了你高兴什么？你要从大户筹码的结构中，对不对？因为大户永远比你早知道嘛。你要从大户筹码的结构中，你要了解现在大涨，那大户在干什么？大户到底是在进货还是出货吗？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重点嘛。这也是我一再跟大家讲，你不要搞一些技术指标软体买回家，我告诉你绝对倒霉。8800拼命带你做多，都是这些技术指标老师啊，对吧？端午节8700拼命带你做多，又是这些老师啊。上礼拜8500又涨到8500，又拼命做多，又是这些老师啊。结果下场呢，3月份崩800点，对不对？从端午节6月份。8700，上礼拜8500又崩到8140，你看又崩了400多点，你命都没有了。只有从筹码面，你才不会迷失方向，你才不会随盘起舞，对不对？指数涨不见得要高兴啊，指数跌不见得要害怕啊。你只有彻底的从大户筹码结构中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知道大户筹码现在到底是多还是空，这才是重点。好。这也是我一再跟大家报告啊，那指数说穿了400点就是一倍的获利，一倍的行情啊。但是关键转折你一旦做错很惨啊，对不对啊？那大户永远比你早知道嘛，所以你为什么把张老师的大户筹码把他带在身边呢？那保平安啊，对不对？只有从筹码面精准的掌握到大户到底目前进货还出货，你才不会成为市场最后一只白老鼠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指数如何掌握400点的波动，这才是我们要的操盘工具嘛。你不要买一些技术指标软体，一天哦，很多指标你打开看看你的软体，一天里面箭头5-6个，你告诉我你这样能赚钱吗？一天箭头5-6个，所以很多老师每天告诉你啊，小多小空，那搞什么？忽多忽空，那搞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能掌握大行情呢？只有从筹码面，你才不会每天小多小空、忽多忽空，一天要看6个图，
对不对？上下还不一致，对不对？上面那个技术指标做多，下面的技术指标是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技术指标很荒谬的事情。大户筹码出货就是空，进货就是多，没有第二条路嘛，是不是啊？那指数如何掌握到400点的波动？来，全国投资人做见证了、啊，所有三立投资人，三月份大户筹码8803带着全国投资人全力放空，请你告诉我杀到8375有没有400点？四月份再反弹到8720，请你全力加码再空杀到7953，有没有再送你400点？五月份破8000，告诉你7975大户筹码由空转多，对不对？破8000你害怕了，哎，大户开始翻多，大户筹码由空转多又强弹到8742，有没有再送你400点？那这次六月份从端午节前8731再度转空，上礼拜852030全力加码空杀到多少？杀到8140，你告诉我有没有再送你400点？你已经一再一再见证，从三月份、四月份、五月份、六月份、啊、每个月都有400点的波段行情、啊、但是你要跟随大户筹码脚步、啊、是吧？今天六月最后一天了、啊，恭喜大家！七月份第五期，我们准备再度全力重压出手。你错过四个月，错过4趟400点的行情，四个月错过4次倍数的行情。七月份麻烦你赶快跟紧脚步，好好好看一下。我一直在谈到股市操作最忌讳，最忌讳就是死多头啊！很多老师一涨就告诉你主升段，你每天都在幻想。来，四分，我考你，现在行情到底多头还是空头？全国投资，我不是在考四分，我在考你，但我听不到你回答，所以四分勉为其难。四分，你认为行情现在多头空头？多头。啊，哎，很好，四分答出来多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多头？因为它在涨。对，四分答的真的很好，这就是一般人的心情。嗯、现在大家认为多头啊，昨天涨啊，今天还在涨啊，认为涨多头。来，全国投资，《孙子兵法》第一条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哦、嗯。今天台湾怎样？全地球只有台湾吗？不是吧？台湾的股市受到谁的影响？国际吧，好，其他都不要看，其实跟台湾关联性最密切，产业结构最相同，股市关联外资的结构都几乎一样的是哪一个国家？四分，我考你，哪一个国家？股市跟台湾最密切，结构最关联，筹码结构几乎都一样的，产业结构也一样的是哪一个国家？韩国。对 ，Korea， 我们看看 Korea 好不好？大家看清楚。请你看一下韩国，韩国今年三月份一样大户筹码转空崩盘哦，当时台股破8000哦，后来又再度反弹，六月份端午节又在大涨，对不对？结果大户筹码再度转空，听楚？结果这一次怎么样？1892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四分，我写两个字了，破底。破底。所以整个韩国的股市筹码结构目前还是。大户筹码转空，而且是破底，这两天怎样大涨，这叫破底的什么反弹？筹码结构有改变吗？很抱歉，还是空，所以大家小心哦。所以今天我要郑重的宣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蔡总统当选那天讲什么？他呼吁所有的民进党党员党工怎么样？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啊！今天我要呼吁所有中国国民党、股民党、股党的党员特别注意啊！这两天反弹大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破底的反弹，筹码结构还是空。光从韩国，你就要心里有数了，这是破底的反弹。所以跟大家讲，要怎样？小心，小心，再小心。纵然这两天大涨，韩国、美国大涨，台湾也大涨，但是筹码结构还是空。这就是专业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，对吧？刚才四分讲出你们的心声了、啊，哎，这两天都涨啊，多头，很抱歉。从指数的眼力，哎，涨多头，很抱歉。从筹码的结构还是空，而且是破底的空。那才刚刚破底，你认为这个底就 OK 了吗？你认为这个底就稳了吗？啊，921才刚刚一震，那个对吧？房子这倒了一半，你敢进去住吗？对不对？
英国脱欧就了结了吗？英国脱欧之后难道怎么样？意大利不会脱欧吗？希腊不会脱欧吗？我告诉你，花样多得很啊，尤其这次英镑贬值，光是金融资产全世界就亏损多少？哎，光李嘉诚就好了。这两年全世界都重压在伦敦啊，我告诉你，很多这些背后的啊，我们都掌握一手的信息，很多这些事情还现在不敢讲啊。多少台湾的寿险业、金融业富豪，这两年通通重压伦敦的房地产，还股票嘞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后面，等后面啊，黑天鹅一个一个爆出来，所以这个底绝对不是底，好不好？光是韩国就是所有现在满脑袋还在看多的人，我只送你两个字：小心。啊，刚刚破底，你以为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好。三月份台股攻8800，全市场告诉你上看9000，当时只有大户筹码斩钉截铁8800大户筹码转空，一切反弹都是空。哎，当时大涨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告诉大家，大户筹码的关键转折，指数大涨，就像这两天大涨，但是大户筹码是空，这是你绝佳的空点啊，你不要搞错了。所以很多技术指标老师，指数大涨要就看多做多，你试试看啊。所以指数三月份大涨，大户筹码确实空，绝佳空点，有没有？3月31号8803大户筹码空，你告诉我有没有400点？4月份又强弹到8745，大户筹码还是空，有没有700点？有没有700点啊？不是400点，700点。5月份破8000，大户筹码多，哎，破8000，全市场兵荒马乱了、啊，逃命了、啊，哎，大户筹码告诉你斩钉截铁，重挫800点之后。大户筹码第一档翻多进货，这就是大户筹码的重要性啊！大涨的时候你看好，你的老师带你拼命做多，但是大户出货转空，对吧？破8000，哎，为什么大户筹码多？张大文说多，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当天大户进货嘛，那大户进货，我当然带你买啊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多空不是自己猜呀、啊！破8000，7975，大户进货转多，求投资们有没有再送你400点？好，端午节前一天，6月8号又来了大涨，对吧？全市场又在那边放鞭炮了。我说很抱歉，啊，我这是反弹结束。为什么反弹结束啊？是不是你看看所有的这个财经报纸，台积电领军哦，端午节后要拼前高，你给我拼拼看，你给我拼拼看，为什么？大户筹码再度转空，有没有？是不是、啊、再度转空，所以再度重压放空，没办法，不是我爱空啊，哎。破8000了，不是我爱做多、啊，大户翻多，我当然带你翻多、啊，涨700点，对吧？大涨700点，不是我张大文爱空啊，因为大户筹码转空，6月8号，我当然只好带着你空啊。我们要跟紧大户的脚步嘛，不是跟紧你的脚步啊，不是跟你的老师那边胡说八道。很多老师端午节前，我在电视亲耳听到，哦，这个行情端午节要嘎空嘎到中秋节，你嘎吧，每天自己幻想。那不行啊，6月8号大户就在空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当然我们只好重压放空嘛，对不对？上礼拜6月21号8523大户筹码还是空嘛，是不是？那87318523还是空，当然只好重压放空。全球投资朋友杀了多少？8140，再送你400点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从礼拜一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下杀8192，哎。大户筹码转多了，哎，张老师，那英国黑天鹅是啊，黑天鹅那又怎样？大户翻多了，8192翻多，对不对？这个礼拜8331还是多，全投资者，到今天8542又强弹了300多点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，大户筹码从上礼拜8553只有一个空400点，这个礼拜从8192、8331还是多，今天弹到8542又是大涨300多点。那今天来到来全国同志，拉近一点导播，今天大涨300多点，来到8542，大户筹码只有一个空讯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很简单，空嘛。就像上礼拜来到8553，大户筹码只有一个空讯嘛，那就是空嘛。打下来跌到8140，大户筹码只有一个多，对不对？前天8331还是多，对不对？这两天开始震荡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操盘工具一天都几乎只有一个转折嘛，这才是你要，这才能掌握到大波段嘛，
853空下来就是8140，这才能掌握到大波段的行情嘛。你不要一天箭头五六个，你怎么搞啊？是不是？8192多，8331还多，今天大涨8542就是一个空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我们的仓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地方我已经警告了，韩国，对不对？大家自己看清楚啊，啊，那关键对吧？就是刚才四分提的，这两天大涨，你要怎么赚钱？啊，昨天大涨，你做多看看，马上杀80点。今天早盘对不对？你做多看看，马上杀60点，是不是？昨天跟今天要如何再度掌握到百点的波动，这才是你的关键呐、啊！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地方刚刚给大家看，大户筹码从上礼拜8553空，8140就是多，今天8542又是一个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这才是关键嘛，对不对？大户筹码从上礼拜8553就是一个翻空指令嘛。哎，这就400点了，8192、8331还是多，今天大涨到8542，很抱歉，只有一个空。来，导播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电脑啊，所以我们操盘工具的，是吧？来看一下，法人力道，来导播，怎么看呢？这才是你要的操盘工具嘛，这才是能帮你掌握到大波段获利的操盘工具嘛。上礼拜8553，导播拉近点。再拉近一点，上礼拜只有一个空嘛，大户筹码转空，全力向下放空，杀下来就400点，杀到8140，只有一个多，8331还在多，昨天高档震荡一下，今天来到8542，来导播，拉近一点，再拉近一点，今天大涨，大户筹码出现怎么样？转空出货讯号。好，那这两天怎么操作？这才是关键重点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昨天请全国投资人看看，昨天你在干什么？昨天一早大户筹码8490、8480，我们请投资人干嘛？试驾空两趟啊，有没有？昨天呢？你说张老师你发疯了，美国涨200多点，哎，我讲我们做多做空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四分为了什么？为了赚钱呢？跟美国大涨什么关系啊？哈哈，是不是？昨天美国大涨9.51。8480、8490，对不对？弹高之后，我讲过，弹高之后你要注意它震荡的取高的空点嘛，对不对？昨天9.51，哎，到了10:05还在8480，哎，9:51空下来，邱投资，马上不到半个钟头啊，急杀了80点啊，80点一口多少？啊，16000啊！但是打下来了，我讲过，因为这个行情怎么样？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啊，多头也不是一天就阵亡的，它会怎么样？来回震荡取高，对不对？因为不管怎么样，外资现在多单6万多口啊，它不甘愿啊，它甘愿死吗？谁甘愿死啊？没有人甘愿死啊，对不对？杀下来，它会想办法再撑。所以这个盘你要，短线大涨300多点以后，你要操作的技巧要懂得取高的空点，但是打空下来要懂得回补，因为罗马不是一天结束啊。对不对？孙中山革命几次啊？10次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看我们的操作，是不是？来，导播啊，来导播来看一下，来，上礼拜8500以上有没有？全是空啊，就是空啊，有没有？很清楚啊，8473还是空啊，有没有？杀到对不对？8192是不是翻多？就这么简单吧，对不对？哎。你有大户筹码对吧？我们的操盘工具现在手机都可以同步下载，你光有对吧？大户筹码的工具，上礼拜8500，你会做多吗？你会做多吗？对不对？8473还在空，对不对？打到哎，跌到8172，大家害怕了，很抱歉，8172怎么样？转多了嘛？8192转多了嘛？这400点是不是先送给你？啊，开胃菜400点，有没有？来，导播，8192转多，这个礼拜对吧？前两天8331还是多，有没有？8192、8331还是多。来，今天全国投资，今天涨到多少？今天涨到85440，有没有？今天8536就是空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很简单嘛。你看昨天一早2月9号有没有？9:51，8480、8490，赶快试驾空两笔，空下来怎样？10:18，你看到没有？不到半个钟头，台指空单有没有？下杀8420附近怎么样？获利回补，懂吧？拿钱嘛！昨天怎么操作？
对不对？你不要跟我，涨多多头多头干你什么事啊？啊，昨天你做多马上杀了灰头土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短空之后下来七八十点，哎，回补一趟，为什么？因为盘它会震荡取高，这是短线上操作的技巧。哦，你不要死多死空，会不会修理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呢？今天一早你告诉我。啊，赵老师，美国涨280点呢！啊，好好，我知道哈、啊。早上一做多，你来试试看。啊，8508马上杀到8440，你杀了70点，又快70点，一口又10000多了。来，今天一早来，请问同志，8:46，哎，你恐怕还没睡醒哦。啊，台指8:45一开盘8:46，一分钟，我们马上发出指令，8490、8510附近市价再空两笔。张老师啊，美国涨200多点，怎么可以空啊？为什么不可以空啊？啊，为什么不可以空啊？啊，8490、8510附近市价再空两笔，到了8:55，过了10分钟，8508。啊，张老师，你为什么要空？没有啊，我也要让你赚钱啊！我不空，你会有这60点吗？啊，就赚钱嘛，我们操作就赚钱嘛。短线大涨300多点，又来到上周的高点，你认为黑天鹅结束了吗？你认为台股就此一平步青云吗？小心小心再小心啊！那今天下来还是一样，要懂得回补。来怎么样？来给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昨天有没有一早8480、8490杀到8420回补？有没有？今天一早来导播，8:46、8490、8510市价再空两笔，有没有？空下来到9:09，有没有？跌破8470回补，结果呢还跌到8440呢，对不对？杀了50-60点啊，一口又10000了，对吧？回补以后呢再度强弹到8542，对不对？我说它会震荡取高，来弹上来，我们在干什么？弹上来干什么？12:10，有没有？大户筹码再度转空，刚刚给你看了，今天就是一个空讯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大户筹码大涨之后就是一个空讯嘛，在8540附近出现一个空讯嘛，再度转空，12:10，有没有反弹压力？还是空。到了12:41，有没有反弹压力？多少？8540还是要空啊。到12:50还在8540，兄弟们。结果呢？尾盘呢？8508，哎，这又30多点了。哈，今天一早空下来60多点，弹上来8540附近再空又30多点。你告诉我今天两趟多少点？啊？不就白点吗？好，所以短线上如何操作，希望同学特别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那错过前面4趟白点、400点倍数行情，第五期7月份400点，我们即将再度出手，你赶快跟我们线上助理做个练习。好的，在今天行情部分，当然更多的个股分析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稍后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专业、诚信、负责，致富专线02-2392-3988。Life 互动美语，全国首创3E互动教学系统。网际学院搭配 Life Pen， 听说读写 so easy， 数位教学、英文学习 so happy。线上 homework 进度掌握 so smart， e-learning e-teaching e-management live 互动美语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。为了给孩子最好的，每个细节都要用心。但墙上的油漆呢？红牌全效乳胶漆采用 Detexmo 单体去味科技，不含人工香精，油漆没有味道，自然健康。红牌乳胶漆。再进化，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umber One， 天气热它就是冷气，马上开机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；天气潮湿它就是除湿机，跟过敏、发霉、潮湿说拜拜；空气脏它就是清净机，有效过滤 PM2.5，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；天气冷它就是烘干机，陪您全家度过寒冬。多机一体，超强功能，高效能，一号电还可以啪啪照。想要哪里吹冷气就推到哪里，你还在用
耗电就行了冷气机吗？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、除湿机、烘干机，一大堆的机器。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，一台抵多台，一般的价钱，多重的享受。直吹式冷气吹出健康，高效能，低耗电，不滴水，免安装，免排水。现在只要一通电话，立即享受清凉净冷的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。Life 互动美语，全国首创三一互动教学系统，网际学院搭配 Life Pen， 听说读写 so easy， 数位教学英文学习 so happy， 线上 homework 进度掌握 so smart， e-learning e-teaching e-management， Life 互动美语，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。欢迎回到华尔街大师。今天就个股来说呢，今天这个面板不错，继续涨 ，LED 继续涨，但是它包含着这个太阳能，包括生技，今天都跳出来了。可是这些股票哪些是现阶段还可以掌握的？再把时间给大文哥。哦，四分真的很佛心来的，把重点讲出来，好不好？股票如何掌握大波段获利？这一路我跟大家讲，大波筹码，你错过昊鼎大涨一倍，错过中裕大涨100块，来，我送给大家金店，大家亲眼见证，大波筹码18块翻多，涨了快30%了。好。那今天送给大家金店第二，好不好？20块大户筹码转多转多转多，今天还持续上攻，金店第二，好不好？特别注意，那指数一样，好不好？那上礼拜853转空送你400点，一路翻多300多点。那今天谈到852大户筹码再度空，好不好？今天如何打空两趟又将近100点的波动？那400俱乐部第五期紧急召集令，好不好？那大资金部位的赶快跟我们线上助理查询，我们第一时间专人专线通知。